岁的歌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，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，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18岁。每答对一题记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啊，太难了，随机的喂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的。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。哦，是我们里边的谁的18岁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老歌统一，就是报这二位的。Thank you 啊，对不起。好猜，好猜。那你应该是12年。我一，我觉得他还有，我10。你18岁是15。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4首歌里面挑选一首，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3首里再挑选一首。好，好，那18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。18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，快去！什么歌？去，出去！哎哎哎！李晨儿，哎，干嘛？快出去！哎，我是维持秩序的啊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。我们知道。那咋的呢？那咋的呢？知道。龙飞说，龙飞说，凯哥，这啥歌？走走，他们知道。给点提示，什么歌？给点提示，给点提示。不放了吗？不放了，走。才放了2个音符。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能听见？你能知道啊？我知道啊。来，你来。啊，走，我们队都走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宠爱 TFBOYS， 然后是卓璇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Yeah!你咋都没听说，咱是一个年代的。我弄明白，我把这首歌唱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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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啥也没听出来呀。第二题请出歌。马天宇。好，让你，让你。马天宇该死温柔。对，是的。谁的十八岁？是你的吧。说一个就行。他不是我们队。傅龙飞的18岁。错误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马天宇18岁差不多吧。马天宇该死的温柔。你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说是陈哥的。周深的18岁。回答错误。啊，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，是一个女生版的？是他的。是他的吗？前面就是这一段。好，马天宇该死的温柔是一比的18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，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。让我心在痛在流，这么多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。你这样，下次你抢第一个，我排你后。先抢再说。对，先抢了再说，咱自己补充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听歌。先抢啊，抢，抢！但我真不知道人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！你先站那儿听。干什么？龙飞，你先站那儿听，还没上。哎呀，好熟啊！啊，不行，继续，我知道。插队，插队，我这边去。我这带牌，我告诉你，还带牌，我滴滴带牌回来。你这知道？你这公共厕所啊，在这儿。拒绝黄牛啊！听都没听过，电视剧的歌啥呀？啥呀？我不能告诉你吧？我要告诉 baby。
咱俩他是别的队的，他是别的队的。何哥，请回答。珍妮。打吧我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错了。李工，我不太记得歌手名。北极星的眼泪。北极星的眼泪。凉。排队排队，我知道，那个男偶，我知道，你这儿来，女孩，凉，别再说了，凉了，凉凉也是，张栋梁，哦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张栋梁，谁的十八岁呢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，导演，你就说我吧 ，baby 的十八岁，错误，啊，错误，再见，下去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周深的十八岁。哎呀，我还没生呢，那个时候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为什么是哭腔啊？白鹿的十八岁。我跟白鹿是一个年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傅龙飞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张栋梁演唱。没法玩了，能不能把周深开除？我来帮一下你们吧，我给你提答案。你再回答我就给你扔湖里。好，我没事，我可以变成大鱼。第四题，请出歌。我先给你们排掌。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。这个不行，这前奏听不出来。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。咱猜年龄就行了嘛，听他说歌名，这歌有点小众啊。我知道，这人唱歌的人是谁？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。等一下，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，排除是我的，我绝对不是你。白鹿，不，绝对不是，我觉得是他。卓璇，卓璇，回答错误。然后我猜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，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我的十八岁。错误。陈哥的十八岁。喂，谢谢龙飞，谢谢龙飞。白鹿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白鹿。18岁，我刚说的是啊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雷峰它会掉下来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呀？很点歌喉，绝了！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《杨千嬅》，凯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孙燕姿，《Baby》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， Baby 姐。回答正确。沉默也痛，遗憾是会呼吸的痛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那黄丽玲，对，周深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。收。白鹿，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的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
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，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哦，我是被你囚禁的，你囚禁我。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不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应该是囚鸟。这是谁唱的来着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？这是那个女生的版本。那女的，女的。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。囚鸟。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。后面都是我们的人。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你不知道是谁？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彭羚，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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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羚。彭羚。彭羚哪记得？哇！六六六。六六六，真的六六。谁的十八岁？你的十八岁。沙哥的。没法玩了，这比分太悬殊了。我听歌太专一了，只听周董，只听周董，真的太专一了。那下一首啊，不能说的秘密，周杰伦，我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，你说吧。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，还是很好听啊。哦，是那个电影的时候。对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，要落红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，要我怎么解。好，士气提起来了。歌手啊，九妹，歌手是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们的十八岁。这个是沙哥的强项。九妹，歌手是黄鹤翔。哇、哦，可以捡答案了。你别打，我没说，不代表我说错。李晨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哇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歌手，你俩不是一年的吗？一年，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。是李晨和沙溢的十八岁，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。谁说的？我可不是专业歌手。我也不是专业歌手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承认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赖我。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躺赢。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。我觉得词儿不能太多，难记我们。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唱一点？一千零一个愿望。这个慢。我们一千零一个发片吧。要一发片。我们贯彻到底，已经改编好了，对吧？人家关键今天要没有发片这个词呢，我们也可以写进去啊。我们要写进去啊，我们一定要写进去，而且第一句一定就是要唱那个发片。好。来，请绿队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去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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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两队的歌曲现在，我们将在车上进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啊。车上果然马上就来了。第一项任务，猜歌名，听歌猜歌名，举手抢答，
猜对最多的人获胜，可以成为演唱的朗诵者。OK， 明白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明白吗？你这个还要看一下。朗诵是保卫黄河的开篇之笔，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项任务，来决出谁将在最终环节成为保卫黄河的朗诵者。这个是李晨的死穴。李晨只知道一首歌，春泥。下一个就是春泥，下一个就是春泥。说春泥的，这个不了。春泥。他就知道这首歌。现在请听第一首歌。说不出名字。嗨哥，嗨哥，嗨哥，恭喜祖蓝回答正确。怎么可能我知道啊？这个这是陕北方言版的嗨歌。一个举手什么都打不出来。小弟弟又成了啊，我没砸他。请听第二首歌。期待的啊，演员，期待的啊，演员。哇塞，什么歌？有没有看过这个？妈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这样拍的吗？哎，请看这两位的表情。我们去看长江吧。好。不，有没有正规一点的这种歌？我们就正规音乐学院出来的，出来一下很难跳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的都是非正规的，你那是改编系的。哦。请听下一首歌。小龙人啊，黑猫警长，黑猫警长，呀就听你要打的小龙人是吗？我知道了，好日子，欢乐今宵，不是，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和我的祖国。恭喜超哥回答正确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个都不能分割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歌唱一首赞歌。我歌唱每一首歌，渺渺炊烟，渺渺日和，却无上遇到者。他那个主旋律一出来，这首歌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。我们一直在猜小龙人。我真的听过，好熟，但我不知道名字。不知道名字。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。走进新时代。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来相聚，大家来相会。年轻的朋友们，大家来相聚。朋友们来相会。亲爱的朋友们来相会。来相会。相会哥，相会吧。朋友们来聚会。年轻的朋友们。哎，好难受，这种感觉好难受。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，
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。回答正确。八十年代的新一辈，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。我说了，年轻的朋友多了一个闷，多了一个闷。我觉得晨为了捍卫这个 Zero 太不容易了。晨哥就像什么考试的时候抄别人的卷子抄错了。So yari lo oh, so yari lo oh, so yari yari lo oh oh。唱歌的黑洞啊，不是说老歌他就会了，黑洞是从幼年的时候就开始了。继续。男女一样的粥，浪花一朵朵。对。那我说的那个阿牛是不是唱这歌的人？你说蜗牛，蜗牛是个动物，阿牛是个人。反正跟牛有关。这是藏语版的浪花一朵朵。我的语言啊是很广的，藏语呢我是也略知一道，也略知一二。中华小曲库你得加油啊，放一点我们这个年代的歌嘛，你老放六十年代我怎么知道。郭文甲，哎呀，啊，那个藤缠树叫什么来着？长江，长江，黄河，黄河。我知道，上海滩。万里长城永不倒。长江，长江。长江，黄河，长江，长城，黄山，黄河，在我心口永不倒。中国心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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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吐到这个地头里去了。我失手了。刚才是超哥先说点的。长城，黄山，黄河，在我心中永永铭记。我十三年级去伴舞，不要解释，一定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，没关系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改了身份证，改了二十年。这我真没听过。恭喜小鹿回答正确。哇塞！对，厉害。还有谁？还有什么？我来吧。请听下一首歌。寂寞静静微风，无言悄悄进入我梦。哎呀呀呀！等等等，这歌老到我都不知道。假意扮作梦里又重逢，可是像一阵无情的。想你念你爱情永不移，我想野百合也有春天。
无言带走我青春欢笑，天真娇俏不再带着笑。中华小曲库，中华小曲库。请听下一首歌。Look like that. Finally, I can see your crystal clear. Go ahead and send me out a ring. See how I leave a piece in a hole. Don't understand, make a sense of my way. 我知道，哦 ，Rolling the deep, Rolling the deep. 阿杰哇。这首歌融合了花鼓戏的元素。啊！陈哥，你不要答对，你陪我。好吧，好吧你不陪，你有别的选择吗？请听下一首歌。急了你都，拼了都已经。我的月亮升上了天。敖包相会。敖包相会。回答正确。现在就只有陈哥一个人是要做成灰色的吧？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刚认真想一下，我觉得大黑牛特别可怜，就是他前半生走来是没有音乐的。你小时候都是听相声长大的吗？陈哥，我好荣幸跟他们站在一个团体里。没有音乐的世界，不是这个真的好可怕。我听过，但是我记不住歌名。但你依然是零分，但你依然是零分。一道保持住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你今天要猜出一道，没意思了。请听最后一首歌。这个本能，他好郁闷，他这样。顺泥，纯泥。可以结束了吗？这一趴游戏。那些痛的记忆，落在纯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刚刚那属于什么？他听到春泥都不敢相信那是春泥，其实还是没有听出来。听出来，听出来。恭喜超哥获胜，你可以成为保卫黄河的朗诵者。我的天，不是弹射仪，居然不是弹射仪。我们有个球是什么意思？还有 DJ 耶。欢迎大家来到泳池，今天你们会通过一系列的任务来为各队赢得一定数量的基础票，最终和观众的投票相加，累计得票高的队伍获胜。哦，已经有票数。对，我们今天音乐特辑的第一项任务是原声带竞猜。原声带竞猜是什么意思啊？
原声带竞猜，两队成员听音乐猜出影视剧作品，在规定时间内抢到球的一队获得答题权，答对可获得相应票数，若答错答题权归另一队，并要接受惩罚。两队派出要接受惩罚的队员。不用考虑我的感受，来这个，我要上去两个手走的时候。现在请给两位受惩罚的队员上气球，上气球。什么？上气球啊！我们问一下啊，这个气球是做什么的？炸的，炸的。回答非常正确。你最近有点迷糊。在我们正式开始游戏之前，先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DJ 李易可。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进入世界 Top 100的女性 DJ。哇哦！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嗯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俩？第一轮，请出歌。什么歌呀？什么歌？这是什么歌？这什么？好熟啊！重演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刚才亮颖接到了球，我说亮颖，你知道是什么歌吗？我不知道。请英诗队作答。非常非常火，每到暑假都会播出的《还珠格格》。正确。什么？什么？一真队。这么努力的拼命。第一轮恭喜英诗队回答正确，可以获得1500票的基础票。第二轮请出歌。这也太 easy 了吧。扔水里，扔水里，扔丢，扔丢，非常好，保持住，快传出去，好球，快传出去，传出去，分散，分散，快传出去，传出去，亮颖快跑，快传出去，传出去，这里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大水流
加油！土狼把它放倒。奔跑侠，奔跑侠！大水牛加油，大水牛！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电影哎。时间已经到，两队都没有抢到球，所以两个成员都要受惩罚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我觉得没有抢到，应该喷他们自己。哦，把，哦，好可怕，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出歌，这是什么？3、2、1，拿球，拿球！亮颖永远第一球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保持住！看到他们，好可怜，拼到一点体力都没有。你知道歌吗？情深深雨蒙蒙。这个是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恭喜一队回答正确，请邓超接受惩罚。太好了，炸他 ！No！炸他！啊，海泉啊！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炸他！炸他！哎，感觉太好了，秋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搞错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鹰吃队，不是白吃队。恭喜鹰吃队回答正确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难度附加题，回答正确的队伍可以获得3000票。那我们请出六位来自苏州的95后琵琶乐师。哇！哇！哇！哇塞，好美啊！第四轮，请出歌。这什么？什么歌？抱抱！谁给你抱？谁给你抱？留下去！张杰也很猛。No， 无敌这首歌居然会输给他们。超哥，听好了，美人鱼，回答正确。是多么多么寂寞。马上进行最后一轮，加油，千百岁。
张艺谋导演的那个《十面埋伏》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这个太简单了，李晨，《十面埋伏》张艺谋导演的那个，那是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？就叫《十面埋伏》啊！对，耶！抢啊，小乐！抢啊，小乐！最后十秒，太狠了！天哪，你们在干嘛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夹住，夹住，夹住！你们好厉害啊！请英诗队 Angelababy 作答。十。不是不是，等等，不着急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十面埋伏。申哥，好像是。电影的十面埋伏，确认吗？不要提醒，让他们自己答。确认，确认。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，回答是错误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因为英诗队回答错误，所以请天籁队鹿晗作答。周星驰的功夫。回答正确。Yeah。邓紫棋魔那一段，恭喜天籁队获得这一轮的胜利。这你都知道。再次感谢我们的六位琵琶乐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